8月1日至8月15日，本轮疫情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10093例，其中确诊病例4816例，无症状感染者5277例。社会面发现病例比例持续下降，疫情总体可控，正处于焦灼对垒关键时期。三亚8月15日新增报告病例数同14日基本持平，新增感染者以管控人群为主。截至8月16日6时，现有患者10056例。